Hello， 兄弟们，今天给八爪鱼啊找了两个小瓶子啊，让他回到自己小窝里去哈。嘿嘿，这个段子咱就不要双击了，要老铁也不会给啊，因为啊他没爬进去，好尴尬呀，他一脸嫌弃这个小窝呀。如果你有关注，加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兄弟们，这个东西、叫做琵琶虾啊，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它肉肥不肥，我也是头次见，头次见的老铁扣个一，第二次见的老铁扣个二啊。如果你要喜欢大海，喜欢赶海的情况下，记得帮我点亮一颗小红心，再加个小关注啊，来看我赶海直播。哇塞，还挺肥。Hello， 兄弟们，今天赶海的时候啊，在海边发现两条已经死掉的河豚了，它们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我决定啊，挖个坑把它埋掉，因为这个东西啊有毒，我怕别的小动物吃了也会被毒掉啊。觉得我做对，老铁，帮我点亮一颗小红心啊。如果你没有加关注，记得加个关注来看我干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种七彩色的鱼，这种鱼啊长生活在大海里，它而且长得特别的漂亮啊，咱们把它弄出来给老铁们看一看。如果你觉得它长得好看，帮我点亮一颗小红心啊，再加一个小小的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，非常感谢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海边的东西叫做海金蝉，它的寓意特别的好，寓金蝉者啊，祝近来的兄弟姐妹啊，无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祝双击和不双击的兄弟们啊，年年有余。关注我吧，我带你赶海抓海鲜了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咱来到海边以后啊，看见了一条海老鼠鱼。这种鱼啊，它有两层皮肤啊，咱们要吃它之前，记得一定要把外面这层皮给它扒下来，这样起油烧锅的时候更容易入味。咱们此作品就不要双击了，要了也不会给啊，不如加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来到海边以后，看见海边的大这头发又长了，我赶紧拎起了我那个八二年的那个锄头，我赶紧快给它锄一锄呀哈！觉得我锄的好，老铁啊，记得给我点亮一颗小红心。如果不给我点呀，记得加个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啊，赶海啊不仅仅是说要抓海鲜，而且抓的这个东西必须特别的好玩。咱们给它撒上盐哈，嘿嘿嘿，看看，哎，还喷水了呢哈，再撒点，再撒点，哎呦，又喷了呢哈，它好玩不好玩？老铁，记得点亮一颗小红心，哎，还露头了呢，哎呦，看见老铁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啊，这个季节的海边啊，真的是要啥啥都有哈。这个金钱螺也是特别的多，只要你往沙子捞上一手啊，你会看到好多的金钱螺哈。祝咱家进来的兄弟姐妹啊，看到金钱螺年年有余，今年发大财啊！没加关注的兄弟们加个小关注啊，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有好几个老铁私信我说要看电鳗发电，说如果您拍了，我就帮你留下颗小红心啊。我不知道那个老铁你在不在，我今天拍了呢，哎，这个灯好像没亮呢啊，我不知道是我姿势不对还怎么回事，别忘记加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这个东西我们本地人叫做海刺猬，它的学名叫做刺豚，它生气的时候上面这些刺儿都会鼓起来来自我保护，嘿嘿嘿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觉得看到这么好玩的东西会反手给我点了一个红心，而有的老铁会负责加一个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的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有几个老铁和我说想看八爪鱼钻瓶子，说如果您拍了，我就给你留下个小红心。我今天不仅帮您拍了，我还给你找来两个瓶子。嘿嘿嘿，那位老铁，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啊？如果没点红心的情况下啊，帮我加个小关注，来看我赶海直播吧。